我们今天做马仁糖，今天用的食材全是我们新疆本地产的。这个就是坎儿顶的水，拿新鲜的葡萄榨汁儿，熬一下，它才能从本来嫩绿色会变成褐色，再适当的加蜂蜜。 然后把所有的坚果倒进去，搅拌一下。小的时候，我奶奶经常做，她喜欢就是往兜里揣着一个小糖，还有坚果。我每次去，我奶奶会给我们。也就是当了妈妈以后吧，就是我想给小孩吃最原始的那种味道，我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的那种味道。